多謝主啊！我今日咧有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經歷嘅。咁我係細細個我家族嗰度咧，據我所知咧就係、我太嫲啦、阿婆啦、都有拜偶像嘅。咁我媽就皈依咗嘅，咁都皈依咗幾年啦。咁我就細細個十幾歲開始咧，我就夜晚黑瞓覺，啱啱瞓著咗咧就。感覺到有隻手咧係擺喺我個大髀上邊，通常都係靠住牀側邊嗰個位嘅，呢隻左腳嘅，咁咧就我會扎醒嘅，即係佢一擺上嚟我就扎醒噶啦。咁初初我以為係發夢啦，咁之後咧佢經常咁樣，我之後自己感覺到似唔妥喎，有啲驚㗎。次數多唔多啊？都會間中都會有嘅，因為我哋係。樓下樓上兩層，咁我瞓覺就爬上去噶啦。我父母喺樓下，咁我一個人喺上面瞓嗰時咧，就會咁樣嘅，係啦。咁就我諗係二十歲到啦。咁我哋就搬到去第二度住。咁咧，我阿爸嗰時咧就攞個觀音翻嚟啊，喺屋企拜嘅。咁我都同照住我父母一齊咁樣拜啦。佢係嗰陣時開始就會間中夜晚黑會發惡夢嘅，即係會好唔舒服嘅個感覺啊，夢中，但係我見唔到啲嘢，不過會好難受，咁咧就係好掙扎咁樣醒咯，醒翻之後咧就去廁所去一次，咁啊翻嚟就冇乜噶啦，咁我記得幾年之後我就同同事一齊去到教會啦。咁就去教會嗰時咧，見到佢哋一齊唱詩歌啊，敬拜啊，我都同佢一齊唱嘅。咁我覺得啲歌咧就好感動我，睇啲詞啲歌詞咧，我感動又會流眼淚啊，會好傷心啊，好似將以前嗰啲嘅嘢都唔開心嘅嘢都會即係感覺流露出嚟噶啦，湧流出嚟噶啦。咁之後就好開心嘅，咁啊好平安嘅，翻到屋企啦。咁嗰晚黑唔知係第二晚黑咧，我就記得好清楚。我就發夢，咁夢見咧好多螞蟻，咁好多螞蟻，我又唔驚，不過我覺得好核突，咁多螞蟻點算咧？跟住過一陣間咧，有好多隻，大概十幾隻到啦，十幾二十隻。咁啲螞蟻咧，好似手掌咁大嘅。類似手掌咁大嘅，我心諗哇，超級螞蟻咁大嘅點搞？跟住突然間咧，側邊右手邊就一本好大本嘅聖經，突然間就打開咗，咁有一個有一道金光啊出咗嚟，螞蟻即時全部冇曬啦，消失咗噶啦，咁我好開心啦，咁我就醒咗，就我感覺到係呢個係聖經嚟嘅，其實呢個係一個異夢啊。點解異夢呢？因為通常不會發夢見到有金光走出來，有金光走出來，還有將一些不好的東西趕走啊。所以這個呢，現在本書有它是黑色保面，是比較厚實，如果打開就這麼大本，如果合埋就咁大本嘅，咁樣嘅，咁就不過我醒咗之後，我都第二日都係諗，我都會覺得好開心，又覺得係個好夢嚟嘅，係啦。咁之後咧就冇繼續一路落去啦，跟隨主啦，單單依靠主啦，因為嗰陣時我個嗰個同即係對主嘅認識都唔夠，跟住又同俾我媽。叫咗我去又去念佛啦、念經啦，嗰下因為你當時嘅信耶穌嘅心未係咁係啊，即係咁專心，未咁專心信耶穌，係啊，所以咧跟住就去念佛、念經嗰啲仲犀利嘅念得，即係可以成日都喺度念噶，要成日念啊，其實係佢要求，其實要念曬好多。不同的經我都會背出來的，除了一部很大的很長的我背不到，其他我都會背出來，即是要背誦背出來，因為沒有時間我就背出來、okay. 如果有時間你要對著它唸、okay. 是的，那就背出來，每一篇都要背，要很多次，
咁樣去一張黃色紙嘅點點紅點嘅，咁點齊曬就燒佢嘅，即係等於去佢哋話係啲咩妖精者啊嗰啲。咁自從練咗一排之後咧，開始夜晚我發夢，夢到嗰啲咧係好即係類似嗰啲邪，即係應該係邪靈嚟嘅。咁我哋叫做妖精者咧，係邪靈嚟嘅。咁咧佢哋會爬上個牀咧，有啲爬上個牀咧就跳彈彈跳嘅。點樣樣㗎？樣我就見唔到。即係大約係點樣嘅嘢啊？個黑影啊，又話點樣？大約係點樣樣？嗱有一個我就即係我感覺到㗎，有動物，好似動物都有咁樣。有咩話？動物都有㗎，好似。有啲有動物。類似動物，即係狗仔咁樣嘅小狗，係啊。咁樣跳上牀，但係俾你嘅感覺係點樣㗎？仲有小朋友，總之佢哋一上嚟我就好壓迫，我就突然間我感覺就咁樣嘅，好壓迫，個人就咁啊落嚟啦。因為我常常發嗰啲噩夢咧，我有感覺㗎，我知道㗎，一落嚟我就知道係嗰啲嘢㗎啦。咁就好難好難可以醒嘅，好難醒，好難醒嘅，因為好難即係我掙扎想醒，因為醒咗我就會舒服㗎啦嘛。好難，即係好似俾人鬼襲嗰啲，好似俾鬼襲嗰啲咁樣，即係想喐又喐唔到，想喐喐唔到，呢啲感覺，即係好攰好攰咁樣，想攞手指喺度喐實食指，有時我係攞手指係咁樣整自己，整痛自己諗住醒，都好難，要靠自己嘅意力隔眼撐開隻眼咁樣嘅。其實當時有拜過乜嘢啊？你即係由細到嗰時有同阿媽去拜嗱屋企。大觀音啦，出去大嶼山又去過啦，嗰個黃大仙啊，荃灣嘅圓和叫做圓和院，咁圓和院嗰邊有好多咩十八羅漢啊、濟公都有噶，仲有四面佛嗰啲嘅，咁嗰啲就拜得唔係經常去，但係屋企咧成日去觀音啊，成日拜噶啦。係啊，後來你阿媽叫你念經嗰啲係念咩經啊？嗰啲叫做念小房子啊。係屬於佛教啊，定係？佢叫做佛教一類嘅，係啊，因為佢有分幾個派嘅，都唔知唔清楚。咁就咁樣念啦。咁之後我又覺得哇，越練越攰啦，又冇時間啦，同埋咧成日揾即係你念唔出咧，佢又揾我嘅。就會爬上嚟，係啊，爬上嚟扯住我，睇我個頭髮好長。你講係你練嗰陣時扯你，因為瞓覺嗰時。瞓覺嗰時，我唔，譬如話我呢幾日練唔足㗎啦。即係冇練到。係啦，咁我瞓覺嗰時咧，佢就爬上我牀頭，咁扯住我頭髮。嗰次係個女嘅，咁問我你練唔練經啊咁樣。啊！即係佢強迫你練經。係啊。但係你練佢又嚟搞你喎，你話。練佢係啊，練係其他啲嘢。你跳上嚟，係啊，都有好多噶，即係初初就一個咁樣嘅女人，之後咧我就送咗嗰個應該係類似送走咗啦，就唔理煩住我啦，可能夠啦，練夠啦，咁走啦，因為初初就扯住我頭髮，叫我你練唔練啊？我練啊練啊，跟住就練，真係練到之後咧，我就有一晚咧我就瞓喺度，見到隔離牀坐喺度嘅女人咯，嗰次我就見到個人。但係嗰樣就正常嘅，不過唔笑嘅，好嚴肅嘅咁樣坐喺度望住我咯。不過我就會覺得都會有壓迫感啊，會唔舒服嘅。但係冇嗰陣時係咁樣爬上嚟咁樣咁唔舒服嘅， okay. 就好啲。O K， 即係你唔念就係嗰個女人去掹你啲頭髮。係啊。你念嗰陣時咧就有啲嘢走上你牀嗰度跳嚟跳去。係啊，會跳㗎。就喺度壓迫你。係啊，好多嘅。同埋咧，總之冇好教訓咯。其實我平時瞓覺係好好嘅，係啦，咁佢日就算日頭都會嚟嘅喎，唔一定係夜晚黑喎。我晏晝瞓晏覺，佢都會嚟嘅。有一次嗰個最猛嗰次最犀利就話，將我嘅頭髮拎起扯起半天吊啊，行咗出去吊咗出去喺發夢嘅時候，係啊，門口房睡房門口啊，吊喺度，兩隻腳喺度半空喺度掙扎。咁感覺，跟住我就醒，但係扯頭髮我唔會覺得痛嘅，係嗰痛就唔會覺得痛，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好難受，好壓迫感嘅，同佢一齊係好有壓迫感嘅，係啦，跟住之後咧就我覺得咁樣練落去咧係沒完沒了啊，
係完全係冇可能連得曬嘅，好多好多嘅，你冇辦法連得曬嘅。一個未連完，其他又揾翻我啦喎，係啦，咁就冇我嘅。O K， 唔該。係啦，白色嘅係。咁咧就之後我都覺得係冇辦法咁樣再練落去啦。咁啊之後又去到我覺得是主帶領啦，又去到教會啊，成啊，咁啊又祈禱啦，啲人幫我祈禱啊，祈禱咗三次，我就冇事噶啦，因為我嗰時已經唔練噶啦，我決定就唔練噶啦嚇。跟住祈禱咗三次，之後就好少間中會有間中嘅啫嚇，好少。咁啊就會舒服好多啦，個人就開心啦，就唔會話成日夜晚就瞓唔到覺啦。咁之後咧，因為我喺網上就睇到葉牧師嘅 YouTube 嘅，咁我睇咗一排嘅啦，咁我覺得幾好，咁啊就知道鼓起勇氣啦，咪打電話俾你啦，聯絡你。咁啊嗰日咧，你就幫我嗰晚幫我做一個醫治釋放祈禱，因為你了解到我咧就我細細個都有父母嗰邊嚟嘅傷害㗎。我心裏面有憤怒，有不開心，有對他們的埋怨的，那就我就在電話跟他祈禱。是啊，那時祈禱那一刻我覺得很舒服的，初初會好像暗住，然後就很舒服一個位置這些。那之後呢第二我夜晚黑我當晚黑因為葉牧師跟我說過，他說我如果這樣今天跟你祈禱完，可能你又會發異夢的喎。那我真的因為他之前有異夢嘛，所以我就說呢你經歷聖靈是會更加會發異夢的。是啊，我當晚有發異夢的，那就初初就是那些邪靈，類似邪靈那些啦，有蛇啊那些的。那我就醒了，跟著我就去廁所，之後回來我就想睡覺啦。那呢就啱啱瞓落去嗰時咧，因為我呢一排成日要祈禱嘅，成日祈禱，朝早祈禱，夜晚祈禱，所以我瞓覺係好好嘅，即係我一瞓落牀，我合埋眼我就會瞓啦。咁咧就好似我見到咧啲邪靈，又有邪靈啦，企喺我床邊嘅，咁我就用主嘅話語趕佢哋走啦。佢哋一趕出去，未趕完，佢哋已經遠曬啦，得曬啦，就冇噶啦，我就瞓得好好噶。之後咧就見到有兩盆嘢，一盆咧都係長方形黑色盆仔，咁一盆咧就咁大嘅盆，咁咧就全部都係珠寶首飾啊！嗰啲首飾唔係我哋見到嗰啲嘅嚇，啲嗰啲光啊，啲色彩啊，好靚嘅嚇。即係比我哋見到嗰啲更加靚，比我哋人普通見到嗰啲珠寶更加靚。係啊，但係佢係造成嘅啦，我見到有正額咁樣嘅造成嘅啦，上邊有珠寶。相住嘅，咁另一盆咧就係啲食物嘢食，喺我二年中咧有個咁大嘅方形嘅麵包啦，咁住仲有好多其他嘅水果咁樣嘅，係啦，咁就呢啲嘅異夢嘅。呢個咧就個意思咧就話，即係話當啲邪靈趕走咧，神可以俾好珍貴嘅俾你，同埋咧有屬靈嘅食物，各樣嘅福氣賜俾你咯。係啦，多謝主。咁即係呢個咧點解係異夢咧？因為佢係裡面有一個。釋放了邪靈之後的景象之後呢還有那個祈禱過程你的感受是怎樣的當時在電話祈禱的過程就放鬆了那個人是很舒服就是不會說真的很舒服的那個人感覺到真的有主的同在啦即總之係好舒服，我又好投入嘅。咁過咗一排就好似今日姊妹又不同嘅釋放咧，我就冇咁傷心噶啦。以前咁樣一講到父母嗰啲嘢咧，我就會哇大喊嘅一陣一定噶啦。而家就流少少眼淚，不過係嚟呢度之前主都應該幫我釋放咗唔知三次到啦，係啊好。我都喊得好犀利，同埋咧嗰晚即係前幾日我咪又打翻電話俾你葉牧師，你又幫我做一個嘅醫治釋放，又幫我又同我祈禱嘅。跟住第二晚即係星期五夜晚黑晚黑啦，我放工翻嚟，咁我就要祈禱啊成啊。
咁啊就好大嘅感動，即係其實我嗰日係放工搭地鐵，我見到啲老人家或者啲一啲人覺得好可憐佢哋，即係有啲主嘅嗰啲嘅憐憫心就出嚟，覺得好難受心裏邊。跟住翻屋企祈禱嗰時咧，就我開始喊出嚟，喊得都幾犀利下嘅咁樣嘅。跟住我覺得因為我祈禱一路眯埋眼嘅，咁我感覺到主就喺我側邊，咁我頭就咁樣，我挨住佢咁樣，覺得舒服好多。跟住第朝朝早我祈禱又喺度喊，即係又嗰啲喊，但係我嗰啲喊係好感激主爸爸嗰啲嘅喊，即係嗰啲傷痛啊已經少到即係好少好少好少咁樣。因為喊都有兩種，一種係傷痛。傷痛的離開，另一種就是覺得感動。感動，是啊，感動的。剛才就向講到爸爸那些東西，就有開始有少少傷心，流了兩行眼淚，好了，又沒了， OK 了。因為我現在覺得真的釋放了很多很多以前的傷痛，以前一想起呢，我就會，即有時會無緣無故想起以前那些畫面的。突然間會好唔開心嘅，係啊，唔開心同埋有憎恨啊嗰啲，好多以前嗰啲嘅感受全部出曬嚟，特別係我受浸之後，被聖靈充滿，即係我講方言之後啊，冇幾耐幾日之後，有一次我去翻工，我去廁所就係翻，起我鋪頭，我行去廁所嗰段路上邊，我就已經。那個二年以前的畫面出來了，我就很生氣很憎恨那些的感覺出來，跟住我即刻就說捆綁你實彈，不要你搞我我就覺得是邪靈靈要將我那些的東西拿出來，令到我傷心難過，因為我說主爸爸和你一起我很開心有喜樂和平安的嘛，突然間有這些我就說捆綁你等等，跟住就沒有了，就有個開始。現在我覺得真的開心很多，很放鬆，就算說最多流少少眼淚，不會說這樣大喊，第一次我覺得釋放的時候是大喊，喊得很厲害，尖即是很大聲叫啊，在那裡，是啊，是啊，通過我現在感覺到呢，我通過這些經歷之後呢，我知道呢其實拜那些偶像是真的不好的，是沒有幫助，而且是它會令到我們有傷害的，傷害我們的，會招惹邪靈，招惹邪靈，是還有很多不好的事都會發生在我身上的，因為他們是不會為我們好的嘛。你有些什麼經歷是不好的事？有些什麼經歷不好？我家裡吵架，父母都經常吵架，埋怨啊，總之屋企都好嘈噶。細細個就一路都喺度嘈噶，我父母都喺度嘈，同埋我父母又同我阿嫲、阿爺、阿嫲關係又唔好啦，係啦。總之都係呢啲大人嗰啲嘅嘈啦，跟住有啲怒氣就由氣我生度又發啦。咁我屋企我得翻一個一粒女啫嘛，又冇其他人可以傾訴嘅對象，就好悶嘅。有時我會。好彩我中意畫畫嘅，攞張紙攞支筆我就畫畫，就可以抒發自己嘅感情嘅，係啊，即係有時話温暖的家，我自己寫温暖的家，即係自己想象屋企好温暖啊咁樣，係啦，咁啊而家覺得真係跟隨主咧，真係一個福氣嚟嘅，真係我有時真係好感恩嘅，即係而家嘅想喊咧係感恩嘅喊。即係好有福氣，即係主，即係人海茫茫，即係將我揾。OK 嘅 ，OK。主祝福你啊，安慰你嘅心，感謝神將你由憂傷嗰度攞出嚟，咁你可以脱離。我覺得好開心，多謝主爸爸。是他揀選我，因為我可以依靠他，不單是我家人到時都會受到他的祝福，被他帶領，被他揀選的，是啊，多謝主。
多謝主。總之我而家一心一意信靠主耶穌。同埋要帶領更加帶領我自己嘅屋企人啦，我父母啊，係啦，我不住祈禱啊，係啦，同埋我嘅家族人，同埋可以之後咧，希望可以被主大大咁使用啦，可以幫更加多嘅人。感謝主，耶穌一齊會搖擺俾耶穌好真啊，係咪？係啊，你睇到邪靈又好真，不過係邪惡嘅，耶穌又好真。耶穌是祝福的，即你說以前呢就是即是說拜那些邪靈的時候呢，拜那些偶像的時候呢，你就會家人又吵吵，你自己又裡面有一種怒氣，所以怒氣就容易鬧人，是不是容易發脾氣。這一陣我想跟你祈一祈禱，我們就在鏡頭前面，你放鬆個人，放鬆個人，你放鬆個人，你一路想著耶穌愛你，咁咧祈禱咧，求耶穌嘅平安嚟到你身上，耶穌嘅愛嚟到你身上，耶穌亦都醫治釋放你。黑埋眼嚇，主耶穌多謝你，因為你好愛我哋嘅，你好愛呢位姊妹，你好想佢經歷到神嘅愛同埋醫治釋放，將所有魔鬼嘅勢力都趕走曬，將所有魔鬼嘅勢力都完全咧係。從他身上拿走，從他家庭拿走，讓他可以得著神的愛、神的祝福。主要幫助我們整個心靈喜歡神。你試試這一陣個心很感激耶穌，你現在的心靈和身體會感受到這種平安、輕鬆、舒服，你就更加感激耶穌。原來我們可以即時經歷到神的平安、輕鬆，拿走一些重擔煩惱，神即時可以加力量給我們。求這一陣呢，求主耶穌這一陣你的同在更加強烈來到我們身上，我們歡喜你，我們歡迎你，求你赦免我們一切的罪，我們有得罪你的地方，我們有不開心的地方，我們有煩惱的地方，求耶穌你赦免，潔淨我們的靈魂，用你的寶血洗乾淨我們一切的罪，拯救我們的靈魂，住在我們心中做我們救主。求主你祝福這位姊妹在這一陣更加去愛你，更加放低啲煩惱，更加平安輕鬆，更加嚐到主愛嘅滋味。求主你嘅愛湧入佢嘅心裏面，求主你嘅愛攞走佢一切嘅孤單、痛苦、憂傷，讓佢知道神與佢同在，耶穌與佢同在，耶穌嘅同在係好真實，係可經歷嘅。耶穌的同在可以經歷的，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平安、輕鬆、舒服，可以得力量的，得著鼓勵的。多謝天父，感謝天父，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聖潔告訴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有聖潔告訴我。我們放鬆了整個人，一路想著神的愛、神的平安、神的照顧，神和我們一起就感激神、歡喜神，整個心靈去愛慕神、去喜歡神。神啊，我們喜歡你，我們感謝你，我們多謝你，我們歡喜你，我們欣賞你，我們倚靠你、掹實你。多謝天父，求你祝福 Christina 整個生命。多謝天父，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這一陣問一問你，在祈禱的時候你的感受是怎樣的？感受平安，很舒服，平安，沒什麼其他雜念的。不過我看到好像看到主氣的這個位置，這個是在祈禱黑眼的時候看到的。自己感覺到看到但不是這些地方，在另一個地方，好像去了另一個地方。可不可以形容那個佢
望住我笑笑。望住你笑係咪？咁呢個係一個異象嚟喎，即係話你有異象有異夢嘅恩賜喎，咁你將來仲可以領受更多嘅。咁你可唔可以形容嗰個情景點樣出現啊？有幾長啊？咁樣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一路講，一路係諗住耶穌咧，我就會見到佢喺度嘅樣子。OK， 你是想到它出現，還是你真的見到，即是你是心理作用，還是真的見到？不是眼睛見到的，是個心靈見到。你是，即是有些人會說，都不知道是不是你沒有見到，不過你想，你以為是見到，即是沒有的，抑或是真的好像，在個意念裡面，是意念裡面。在意念裡面，即是看感覺都是真實，即是我真的問你是不是真實，抑或是你自己作出來的？即係意念到睇到，係隻眼睇到，你意念到我見到咁樣嘅。O K。個環境嘅。個環境係點樣㗎？係側邊係樹木嚟嘅。O K 啦。佢就穿住嗰個嘅啡色嘅衫，棕色類似咁樣嘅色啦，仲偏啡啲嘅。咁啊就都係兜住嗰個頭嘅。什麼叫兜住個頭？是有帽是不是？捧，好像捧那樣的。OK， 那即是說你不只是想到，你是直接即是看到他的樣子。剛才因為姊妹跟我祈禱，我都見到個個都是這樣的。見到，即是個個這樣。即是因為靈裡面見到這樣的樣子，因為你有見到樹木嘛。即是你不只是想到，你見到有樹木嘛，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異象。異象的意思就是說，是真的見到一些圖畫的，見到一些真實的東西的。那你說同即是有樹木和那些背後的環境是怎樣的？即是好像一個大自然的環境一樣的。在大自然的環境的。OK， 好，感謝主啊，神可以繼續提升你，讓你見到更多異象啊、異夢啊，也都神可以帶領你、使用你的。咁你又睇到神嘅真實嗱，呢一陣你祈禱嗰時候，你試下你黑埋眼，你自己而家自己做，我唔同你按手。你就係耶穌，我需要你喺個心靈呼喊出嚟。耶穌，我需要你。主耶穌，我需要你。主耶穌，我歡喜你，我中意你，感謝你，感謝耶穌，我讚美天父，讚美天父，感謝天父，讚美天父，哈利路亞！你只要放鬆個懷抱。多謝天父，讚美天父，哈利路亞！嗱，你做慣咗咧，你自己做咧，你個靈去做咧，心靈去愛慕神，你都會可以經歷到神嘅臨在啊！你自己祈禱可以經歷到嘅。咁同埋咧，第日你多祈禱同人祈禱都會感受到噶啦。呢一陣我再同你祈禱啊，嚟放鬆人啦。主耶穌祝福佢，祝福佢與嘅同在。哦，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多謝天父，多謝耶穌，感謝天父，我哋感謝讚美你，祈禱奉耶穌名，阿門。你有冇留意個身體搖動係加強咗嘅？係啊。呢個同埋聖靈嘅力量，你會感受到力量嘅，唔係我手搖嘅，係聖靈嘅力量，所以你睇到神就係咁真實啊！你越親近你就越經歷到更多榮耀歸俾主啊！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我最先為你祈禱就係讓你經歷啊，即時可以有嘅。咁你第時你多祈禱咧，主你生命你都可以為人祈禱咧，即時佢哋可以經歷神嘅。